这是花莲的哈，有21位，我们很开心哈，上人的慈亲的孩子回来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传承了这个我们大专慈亲的一个教师，一直到我们现在是中小学的一个老师。我叫邱义君，97年加入慈亲社。那我因为在慈亲的时候接受到那个慈济妈咪的一个大爱，让我可以真正当一个孩子。那我也将这份爱传到我们班上孩子，参加教师培训嘛，就开始尝试呢。每个礼拜五下午就是从事近思语的教学，那会用唐朝小例子给孩子看。那有一次3岁小女孩突然举手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为什么小例子他们上课都不用戴口罩？”后来呢，我们就说：“哎，你们知道怎么样跟口罩拜拜吗？就是要多吃蔬食，好爱护我们的地球妈妈。”于是呢，我们就开始自己种菜，种很多蔬菜。想到过去，我年纪还算是在中年时，看到小小的年轻人开始要成年，开始呢接触净思语，开始呢大家都是呢热衷于净思语，大家在发愿，不知道那一些那一群人人向我发愿的现在还剩下几位，这多是呢人间啊，说真说实，说假说虚，不管是真是实啦，或者是假还是虚啦，总而言之呢，总是这就是人生嘛。不管真假，总是每一个人自我要检讨自己。这种我自己天天自我盘点，盘点了我一路走过来，盘点到了，因为呢，我天天都很踏实，我真的是分秒不空过。迟了，晚上的要休息，我要休息要很认真的，就是放下的。所以呢，我会晚上就是好好的休息。明天呢，准时睁开了眼睛，第一个心语、心灵的语言，那就是感恩呐。这就是我一生中的真诚的感恩，因为昨天晚上让我好好的安眠呐，让我睁开眼睛，可以有今天呐的希望，想我今天该做什么。人生啊，一段一段的，如实如吸干呐，如实吸干是是的，如是就是爱安的走，所以如实如实如处，都是安的，这些大刚大刚啊走。讲有心的话，光是师父天天在说话，其实呢，他永远都摆在你的面前。现在人人拿的就是手机，网路里呢无时不刻，只要你动个手，就很快速呢。慈济在做什么？师父现在规划要做什么，应该呢都是很清楚。有心在，现在有这样慈亲的教练啊，慈亲相信呢，心还在，还在，而且还是在慈济里
也曾经呢培训呢、啊、走入瓷器，理解瓷器，不管长短的时间，总是呢还有瓷器在心里，所以我就感觉还很安慰。不过我今天要跟各位慈青老师们，现在呢，你们的发心立愿，我要重新呢提起，跟各位菩萨老青啊，已经开始中年了啦。过去的青年呢，跟你们已经告别了啦。现在你们呢，应该是慈济菩萨，承担起了菩萨。不管你信仰的是什么宗教，有爱心走入人间，在慈济的名词叫做结友情，各有情啦，没有浮屠掉啦，没有无名隔绝了我们的清净的本性，菩萨的本性清净还在，所以因阿心无变，这就是因阿心无变。看到了这一群如同青年时间的那样的励志，很励志啦，而且呢现在你们的学生也不少，那这个盘整的过程好话啦，很大的成长，再给孩子，给你当初的学生，这也就是弘法利生，总是呢传不断传，传给你的学生，你的学生呢开始也传给他的学生，这个教义啦、啊、是没有止境的，不知不听气耶，这一条路呢教义之路啦、啊、是很遥远。我的此生当你们的师父，我的来生也许呢是你们的弟子，也说不定，这总是呢遥远的道路啦，这样的循环的彼此来带，把握现在敬老师的责任，我们的这慧命还是呢操在自己，自己要好好的发挥慧命的价值，总是呢感恩的这个机缘啊，尽我们的心力利益众生，只要好事少不了你一个，也少不了我一个啊，当然呢也少不了你的学生每一个，只要你用心，不只是用心，还要多用心啊。这个学生因为外面的斗殴事件，他进到了关护所，那我去少年监狱看他，我跟他说，那你握紧我的手，他说老师你那么细汉，你看到你的手会让我压断，那我跟他说你有力量的手不能做伤害别人的事，要做有意义的事。那在毕业之后就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做清洁队。这个孩子他爸爸是不务正业的，然后妈妈是就是常年遭受爸爸的家庭暴力，所以后来就诉请离婚，所以这个小孩其实从一年级开始就常常就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然后也不知道要来上学，那我常常都是要到他家门口去敲门，然后就说哎、欸，来上学了，我就带他进校门这样子。他毕业十几年之后，他到学校来看我的时候，他说他永远都记得在他走偏路的那一段时间老师是怎么陪他度过的，所以他也告诉自己，虽然
他可能家庭不健全，然后他学历也不见得很好，就是只有高职毕业，但是他在做打工做什么，他都还是要用正当的方法赚钱。那这个是让我最感动的。集团现在大家再提升一下，教育是希望，好好的教育，怪企业人拢讲，这造福之家啦，兴善之家，有义情，总是呢。孩子要教导他善，社会平安才是真的人间之福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要再提升，期待祝福啦、福气啦、平安啦，这爱的教育。教育若无做好，好这个气啦，祖先兴盛的气。提不起来，你争我夺，总是呢，永远都无法度通平静。